安姑安姑安姑，喂，你在练啥装扮个？我要逗他哭，我要逗他笑。坐台，我不能，我眼叫也笑，回家别再问题，送你小内金包哦。请问，一只比赛，一只闭目个喏，天一，那只红爱先叫包，天一，那只红爱先叫包。因为那个婴儿，他就是有假扮成好像是一个鬼怪，所以、哦、你说旁边这个？对，所以我觉得戴一个马铃薯还是什么在头上是鬼怪。那个男生他在做那个做鬼脸在另外一个弟弟上面，所以他应该是想要让另外一个人哭，然后让自己女儿笑。所以你觉得这样才会赢？嗯。大家礼拜六阿姆的七点半，记得准时收听。社会是天幕，一定要看哦。